今天和之前的规矩一样，到了房间还是继续先藏我觉得是他们任务的产品。我要找厕所，这里有厕所吗？在那屋藏东西了，他刚才翻东西去了。没有，他在那屋藏东西了。莫小姐，他要找厕所，他要找厕所。太遇到了！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了。你原先装的什么？手那个上。我知道，我懂的。我懂的，因为我并不确定是什么，就是那一瞬间都觉得很好玩，因为他们藏起来藏得挺狠的。